还是有很多看车的呀。那你看我们刚才的那个谁，青春染指流年，还有一个冒号，还有那个谁，还有那个何以琛，都是来看车的，但是还是看不看车的比较多，还是不看车的比较多。 XT4 的领先已付定金，欢迎我们尊贵的凯迪拉克车主啊，欢迎我们尊贵的凯迪拉克车主。哇，我们的22打的太多了。好吧，你们赢了，你们赢了，你们愿意看啥就看啥。好，这台是我们的 CT6 的话呢，它现在这台车也是比较偏商务的一个车型，也是比较偏这种座椅啊，特别柔软，特别舒适啊，每次甜甜坐在这台车上都不想下来了。我们的 CT6 真的是很舒适的一个车型，感谢预言啊，我都是 BBA 车主，看凯迪拉克车直播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是 BBA 车主的，给我扣个666，我看真的是 BBA 车主吗？BBA 车主来看凯迪拉克，你们是怎么想的？你们是想做置换吗？就是你们压根儿不喜欢你们那个车，你们就喜欢凯迪拉克，然后呢，你们就是想来凯迪拉克把你们的车卖给我们的一个二手车，然后呢，转手买一台凯迪拉克，是这意思吗？BBA 抓紧换掉好吗？来，是 BBA 车主的，扣个666，我看有多少。我去，你开雅迪电动车吗？BBA 车主这么多，还有和天下精品车行。你是车行的，你混在我们这儿干嘛？破大众路过，看门帘子，好多 BBA 车主。好，我们这台车给大家看车啊。那既然你们是 BBA 车主，还有什么雅迪电动车车主、大众的车主啊，不管是你是啥车主，我相信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就是想换成凯迪拉克，我就信你们。啊，甜甜信你们就想换凯迪拉克。那甜甜给你们介绍一下，只向你们推荐啊，大家都是大佬们啊，都是大哥土豪们，是不是啊？都是企业家们，来，企业家们看过来，我们这台车是 CT6，然后我们还有一台 XT6，你看哪一台比较符合你们的这种尊贵的身份，然后就抓紧时间来换一下，可以吗？应该都是 BBA。C6 铂金有现车吗？C6 铂金没有现车，你看我们一问都是直接干顶配的，中配、低配压根都不看。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，上海汽车通用车主，保时捷卡宴的路过，我天，都行可以。小金桔电动车路过，你是捷安特车主，都是狼。衣服给个链接，你穿吗？下车容易吗？下车怎么不容易？信我们，你眼光有问题。你是共享单车车主啊？那我们依然欢迎啊，共享单车车主我们也是欢迎的。XT5的两驱豪华大概33啊，你怎么31呢？我们报价33左右。企业家都在咱们直播间啊，咱们直播间不都是企业家吗？这台车的一个落地价格大概是一个32.3的一个入门级的落地价格，全系是电子档杆啊，无钥匙介入、一键启动功能都是有的。那我们这台车的一个后排座椅也是比较宽松的，因为车身长度是比较长，是一个5.23米的一个车身长度啊。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后排座椅空间吧，好不好？来，甜甜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后排座椅空间。奥迪车主在看，兰博基尼车主路过。我是残疾人可以开吗？你是残疾人，残疾人咋开？你是哪儿残疾？给人给个链接，把我上链接吗？CT5 铂金什么时候有车？这个需要来定一下，把你的盘子拿开。奔驰 AMG 看人，那不帘子太热，企业家都在洗浴中心。美女，陆风，外观蝴蝶，哪有蝴蝶？路虎，穿多了。电磁悬架，我们的 CT5 的一个尊贵版本具有电磁悬架了。摄像大哥怎么了？天哪，你们在干嘛？来，这台是我们的一个 CT6 的一个后排座椅空间啊，大家不要带节奏啊，甜甜给大家来看车啊。我们的一个后排座椅空间也是比较宽敞的，它身高1.85米左右都是不会顶腿的啊，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CT6 的一个后排座椅空间。那么我们的座椅也是十分舒适，中间扶手箱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中间扶手箱，这个是可以弹射出来的，一键的话它可以弹出来，然后放置水杯的一个装置。我们这个中间扶手箱也是比较便捷操作，中间可以放一点我们的小东西、小零件都是可以的。蝴蝶，把蝴蝶这两个字给我屏蔽掉，干嘛？10个满啊？屏蔽只能设置10个，咋办？半年前刚买了 XT6，
欢迎尊贵的凯迪拉克车主啊，欢迎尊贵的凯迪拉克车主，坐中间难受，怎么会难受？那我们的一个 XT5 是有一个纯平的地板，坐中间那就腿要不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坐中间腿要不就这样，要不然就分开。我真的没法讲话了，大家换个词说行吗？你们敢不敢换点词？是不是没别的？是不是没话了？咱们是不是没话了，兄弟们？我脾气不太好，我这脾气还不好。对，我是榜二。谁说的？行。行，那我们这场先到这吧。我们这场先到这吧，然后下一场我们等一会儿再开好吗？甜甜累了，去喝点水。那我们稍后一会儿再见啊，拜拜。